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一个王汉中的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大概里面是一种。那其实除了这边以外呢，还有呢，很多呢。我们当然还是很建议各位，就是可以的话哈，就是用正面的最好。好，你看到我把它放在这边。那这个是国外的，就是说它国外应该好像是德国的一个中文研究所。好，就是人家对中文有兴趣啊，那他就需要一些中文的字典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有分享给这个汉体的。好，它有繁体的，也有什么？像这个是篆书啊，有没有印篆？啊，也有简体的，有没有？有一些。那另外呢，下面这里还有一个，好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可能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字形。好，你看还有注音的哦，有没有？下面还有注音的，这个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字形，所以你回去也可以检查一下。好，你电脑面如果因为各位基本上不是做印刷，也不是做那些美工的哈，所以应该这些字形还够各位使用啊。好，还基本上应该还够，所以可以的话，你家里面没有用钱买的，就把它换一下。好，你用合法的，总之用的比较心安理得哈。所以这个各位可以参考看看。当然你要用买的，我也不反对啊，对不对哈？但是这些都是不用买就可以有的。好，你看不用买就可以有那么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跟大家另外介绍的这个。